干嘛？我们现在拍一个捧梦辞职篇。为什么要？我要辞职？你逼我辞职？有遣散费吗？什么啦？什么啦？哦，所以你们揪我来辞职？该不能讲脏话？我辞，如果你们真的想叫我辞职，可以在台北叫我说就好了，不用到那边跑到这里来。干嘛？我们现在拍一个捧梦辞职篇。为什么要？我要辞职？你逼我辞职？有遣散费吗？你有穿裤子吗？有啦。干嘛要什么？什么意思啦？不懂。什么啦？什么啦？哦，所以你们揪我来辞职？该不能讲脏话？我辞，如果你们真的想叫我辞职，可以在台北叫我说就好了，不用到那边跑到这里来。真的，认真啦，做什么啦？不要再跑。来啊，要拍就来。需要梳洗一下吗？不用，我以泪洗面。我不可能辞职的啦。因为我多功能跟颜值，怎样？你还要给我写吗？要啊！我就说吧，诡异诡异的，来拿来啊，我写啊。你甘愿吗？我怎么可能甘愿？到底要干嘛啦？真的要写辞职信？没有没有，我没有写，我没有要辞职啊，我没有写过辞职信啊，我只会写加薪信的。哎、欸，你是唯一一个陪我从台北下来的人呢、欸？不行啊，我不能辞职啊！那我留下来。什么意思？这样够诚意吗？你真的要我辞职？你舍得我？